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可以，应该都。为什么？因为学习优秀的全班，谢谢。高雄五级十五公，台中太平五级十五公，嘉义溪口十学堂。新天湖粮堂、花莲游击冬天词汇堂、施长伟、韩丽珠、土坑游击九龙宫、麻豆游击天津宫，从小见我。报告立委，我也是一个帅哥啊！啊谢谢。谢谢中书院玄门法师的吴大理总理，也谢谢罗董事长，也谢谢我们今天尊重立法院的江启臣副院长也到，杨球一立法委也到现场，还有现场所有各宫、各庙、各坛，各位所有的我们玄门总会各位嘉宾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还有我们今天正南宫的严清标董事长也到了现场，还有林董事长，各位亲爱的玄门总会，典礼瑶池金母八八蟠桃大会到这里，瑶池金母所有的蟠桃要分给众仙，每年农历八月八号是大日子，非常感谢吴总理事的邀请，我们也一个虔诚的佛道弟子的身份来这里共享我们唯一的期待，心中最高的期盼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那祝福今天蟠桃大会顺利成功，也祝福所有在座的好朋友，大家阖家平安，中秋佳节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